家晚上好，我是 Kelly， 今晚上我会带给你们华语歌、英文歌、马来歌。One Malaysia。接下来我们要唱《芙蓉赶客》。你们，我相信你们每个都会唱《芙蓉赶客》。那他们放到那个 project 的。所以你们大家都会唱《芙蓉赶客》。Menco di jendela, nenek sudah tua, giginya tinggal tua. Oh, 接下去 lecture， 我们不唱 lecture。刚刚你们才上那个 laughter yoga， 你们唱吼吼哈哈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用吼吼哈哈来代替这个 lecture， 好不好？我们唱吼吼哈哈，吼吼。